其实蛮感动的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哽咽这样，因为其实我们怎么突然想马上哽咽？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情绪。艺人 Ella 陈嘉桦出席公益活动，谈到自己为童话配音故事的过程，一度哽咽，访问时直接落泪。故事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再有一辆那个马车，他希望他带他去有熟人的地方，然后有公主、有王子，还有其他人在里面。Ella 鼻子瞬间红起来，一旁工作人员赶紧递上卫生纸擦擦眼泪。连续多年关怀孤老长者，但他妈妈日前因为一句“小珍应该不是人妖吧”登上新闻版面。妈妈也是长辈的一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人哦，要做个可爱的长辈哈。然后因为。其实说真的，我首先要真的非常谢谢小珍啦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善良、很大气、很大度的人。还好小珍说相信 Ella 妈不是故意，风波迅速停止 ，Ella 也还原事后过程。知道这件事情的当下，我真的是很愤怒，我就直接打电话，我就说妈，你在干嘛？你这个行为，你就是网络酸民，你就是网络霸凌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如果别人今天这样说你女儿，你会开心吗 ？Ella 解释，妈妈不知道原来这么严重，当下也一直说对不起。希望今一世能长一智。而 Ella 担任导师的选秀节目《原子少年》选手小孩近期陷入感情风波，宣布退团。我们也不是当事人，到底这个是是非非，我们也没有任何人有立场去评断这样子。只是当你成名了以后，你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，然后还有被检视、被放大。Ella 在节目上曾说：“不要忘本，记得要爱惜自己的羽毛。”小孩如今爆出这风波，她也喊话祝福少年面对难题能够正向面对。TVBS 新闻黄俊维、萧明正、徐云婷、张琪与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